台东美术馆从1997年到现在，经过10多年的经营，它逐渐在台湾的美术界有自己的地位。台东美术馆很致力于把所有的艺术，不管是室内或室外，做一个呈现。艺术是我们非常重要生活的一部分，有空来美术馆走走，每一档期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的惊喜。